个债务人啊，就到达了现场啊，然后再跟他啊进行一个协调啊，然后他们两个啊，他也主动啊，就上啊这个嫌疑人的车啊。那是一名张姓男子啊，他因为缺钱啊，所以在网络上 看到需要借钱的那个讯息啊，然后就跟对方通知联络，跟他提供相关资料以后啊，然后就跟他表示啊，可能他等一下再把钱拿过来了。那进而啊，因为他之前跟另外一个借贷人啊债务的关系啊，所以另一个债务人啊就到达了现场啊，然后再跟他进行一个协调啊，然后他们两个啊，他也主动啊，就上这个嫌疑人的车啊，那随后啊，他们就往那个高速公路方向行驶啊。这个过程啊，因为他们可能在协调债务的问题啊，纠纷啊，所以当时啊，那个张姓嫌疑人就跟债权人发生争吵啊，进而互殴的情形啊。那另外那一个被害人啊，他就想要下车啊，所以在车上啊打开车窗啊，在那边挥舞的状况啊。